第620集。每到夏季，小沧河的水都会上涨，里面的鱼也会多了起来，这个时候也就成为村里少年们最开心的日子。捕了鱼之后，就能去找心仪做好吃的酸菜鱼、沸腾鱼、麻辣鱼了。虽然最近这些年日子过得好了，可是心仪家的厨子做饭就是比别的地方好吃。当然，这捕鱼的队伍一般都是以三个豆子为首的，他们很小就会带着大家捕鱼抓鸟了。只是今天，只有黑豆带着大家在忙活，绿豆、黄豆却坐在不远处的石头上没有动。去年，杨如新和顾清恒卸甲归田之后，三个豆子也就重新回到村子里，变成孩子头了。去年年底，杨如新生下小儿子豆角，现在已经快六个月了。黄豆，你说这小苍山里是不是真的有宝藏？绿豆手里拿着一颗红色的小石头在把玩着，俨然是一颗红宝石。或许有吧。黄豆手里也把玩着一颗蓝宝石。小苍山里不是有苍冥神龙的故事吗？三姨不是说里面有那个女人的嫁妆吗？说着将手里的宝石举起来，对着太阳看了一下，里面折射出很漂亮的光来。要不然这河边怎么会捡到宝石呢？肯定是从山上冲下来的。三姨说的是聘礼，不是嫁妆。绿豆也将手里的宝石对着太阳看了一眼，然后忽然看着黄豆，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吧。进山寻宝？黄豆的眼睛一亮，可是娘能同意吗？爹娘当年不是也进去寻找过古墓吗？绿豆却满脸的坚定，再说了，咱们都有异能啊，肯定不会出危险的，说不定我们就能找到那些聘礼，到时候咱们不就发达了吗？可是黄豆却撇嘴，咱们家不缺钱呢。杨如新的生意做到了全国，甚至那些药酒药茶还售卖到别的国家去了，另外还有火锅店、杂货铺子也都在全国开遍了，顾家是真的不缺钱。更何况他们俩可是郡主，不光有封号还有封地呢，每年光封地的税收，那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绿豆却瞪圆了眼睛，就算再多的钱都不是咱们赚的吧，都是因为爹娘来的，如果咱们自己找到了宝藏，那才是真的自力更生，那才是真正的实现自我价值呢。黄豆看着绿豆的样子扑哧笑了，哼，你竟然盗用娘的话。娘说的有道理，怎么就不能用了？行吧，不过我担心爹娘不会让咱们去的。娘刚生了小弟，没空管我们，再说了，不是还有黑豆在家吗？绿豆说着就站起了身来。咱们不叫黑豆吗？告诉了黑豆，那肯定脱不开小团子。你说小团子知道了，那咱们还走得成吗？绿豆耸了耸肩，所以就咱们俩最合适。好吧，那什么时候走？明天吧，咱们得给爹娘留个信儿才行。绿豆说着站了起来，走吧，跟他们抓鱼去，今晚好好大吃一顿，再弄几锅鱼放进空间里带走。当天晚上，小红楼里飘出了特殊的香味儿，水煮鱼、麻辣鱼、酸菜鱼轮番出锅。厨房里原本做了两盆水煮鱼，可是刚送了一盆出去，转身那一盆就没有了，开始以为是想错了，结果后来麻辣鱼、酸菜鱼等等都莫名其妙地少了一盆，之后大家都不淡定了。杨如新正在给小儿子喂奶，听见下人禀报之后，忍不住摇摇头，不用找了，说不定是被大仙拿走了，就当孝敬了。这样的话虽然有些敷衍，可夫人既然说出口了，大家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而那原本吃着奶的小家伙忽然停止了吮吸，晃着小拳头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小豆角，你才六个月，难道就能听懂娘的话了？杨如新忍不住笑着握住了小儿子的小手，小豆角啊两声，似乎是在回应。你太棒了，你是告诉娘那些鱼被姐姐们拿走了是吗？小豆角就咯咯地笑了起来。绿豆黄豆却有些心虚，两个人将那几盆鱼转移进空间之后，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他们拿的似乎有些多了，可是已经拿了总不能再送回去吧，那估计能将厨房里的人都吓傻了。后来吃饭的时候却发现祖母冯氏竟然带着人焚香叩拜之后才开始吃饭，原来是娘说那些失踪的东西是被大仙拿走的。两个丫头这才松了口气，黑豆却暗地里瞪了他们一眼，两个丫头只当作没看见，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杨明瑶和杨明轩急匆匆地过来拜见杨如新，两个小姐不见了。什么叫不见了？杨如新皱起了眉。是啊，说清楚。顾清恒也皱起了眉，杨明瑶就将房间里的信递了过去。顾清恒接过信来看了一眼，脸色有些凝重。这两个丫头离家出走了。杨如新的嘴角抽了抽。离家出走？顾清恒将信递了过去，说是要去闯荡江湖。杨如新一看却被气笑了，怪不得昨天将三大盆鱼都放进空间里了，这是给离家出走做准备呢。爹娘，绿豆黄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黑豆急匆匆地走了过来。我发现他们房间没人。杨如新将信递了过去。策马奔腾，潇潇洒洒，历尽人间繁华。黑豆看着那封信有些哭笑不得。他们是怎么想的？你跟他们有心灵感应，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那我们就更不知道了。杨如新摊了摊手。我去找他们。回来。杨如新却叫住了儿子。那两个丫头估计早就想好了，就算你今天将他们找回来，明天他们也是会走的。与其这样，不如就让他们出去闯一闯吧。可是他们毕竟是女孩子，万一……你去药炉看看吧，估计所有的成药都没了吧。黑豆就真的去看了一眼，回来的时候脸色有些怪异，不仅成药没了，就是一些半成品的药也都没了。罢了，传消息出去，各地密切注意两个豆子的消息，只要没有危险就不要管。杨如新摆了摆手，儿大不由娘啊。虽然杨家人和顾家人都放任两个豆子的出走，可是杨明轩和杨明瑶却不乐意了。你说郡主要出去闯荡江湖，也该带着我们呀，我们可是他们的贴身婢女呀。杨明轩叹了口气，杨明瑶也叹了口气。啊，这都两天了，也不知道郡主有没有吃饱穿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呢？明瑶，要不然我们去找郡主吧。杨明轩忽然瞪圆了眼睛，起码我们可以保护他们呀。可是去哪里找呀？杨明瑶皱起了小脸儿。两天了，也不知道他们往哪儿走了。明轩也纠结了，而且王爷和夫人也都说不着了。明瑶又叹了口气。啊，咱们要是再私自跑出去，恐怕……也是。明轩点点头，只能等着了。不过就希望他们不要被人欺负了。杨明瑶却扑哧一声笑了。哼，被人欺负？咱们郡主不欺负别人那就不错了。杨明轩也跟着笑了。而此时被牵挂的绿豆黄豆已经翻越了龙鼻峰，不过还没停下来，他们的目标是龙角峰，那里才是整个小苍山的腹地，想要寻宝必须去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
当然，两个人也不是盲目的走，而是沿着小仓河进山，在河边捡到了水晶和宝石，都是从山里冲出来的，这就说明河水是经过藏宝地的。咱们已经走了两个时辰了，歇歇吧。绿豆看脸四周，前面就是龙眼峰了，咱们应该带小银来才对。黄豆找了块石头坐了下来，他当初就是从古墓里出来的呢。哼，绿豆掏出一块绿豆糕啃了一口。如果小银跟着，欢欢乐乐就该不乐意了。小银小绿都是上古灵蛇，威压太大，欢欢乐乐虽然也是灵兽，但是道行差得太远，每次见了都怂。此时那两只舍利从远处跑了过来，每只嘴里都叼了一只野鸡。你们吃吧。绿豆摆了摆手，他们空间里的吃食足够他们吃几年的了。欢欢乐乐却将野鸡放了下来，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俩。黄豆只能从空间里掏出两根萝卜给了欢欢乐乐，然后将被咬死的野鸡放进了空间里。两个舍利就抱着萝卜欢欢乐乐地啃了起来，那是羊如心空间里的东西，对所有的生物都有致命的吸引力，弄得家里那些原本食肉的动物都开始吃起素来，那景象怎么看怎么诡异。走吧，咱们起码要在天黑之前翻过龙眼峰才好。绿豆将绿豆糕吃完，又喝了一口水，这才起身。你说爹娘会不会生气？黄豆也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点心渣渣。会不会派人来找咱们？不知道。绿豆一边走一边摇头。反正已经出来了，想那么多做什么？大不了将来回去的时候任打任罚呗。黄豆叹了口气，也只能这样了。不过黄豆，你有想过将来吗？绿豆一边走一边看了眼黄豆。什么将来？你是说亲事吗？黄豆看向绿豆，绿豆点了点头。明年咱们就及笄了，之前皇上就几次表示想让咱们俩进宫呢。以前爹娘还可以说咱们太小，可是及笄之后还能有什么借口呀？其实吧，青豆和蚕豆还是不错的两个小伙子。黄豆咂巴了一下嘴，如果他们不是皇子的话，当个相公也还不错，可惜他们是皇子，有一个甚至还会当皇帝，我就不喜欢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当初黑豆为了保护咱们进了宫，宫里的水太深了，要不是咱们有异能，恐怕早就没命了，所以我是不想进宫的。那就不进宫。黄豆握住了绿豆的手，咱们这次出来说不定能遇到真命天子呢，你觉得呢？哼，随缘。绿豆笑了。京城皇宫。青豆。蚕豆急匆匆地从外面冲了进来。什么事儿啊？跟后面有狗追似的。青豆正在写字，眼皮都没抬一下。你还有心思写字啊？蚕豆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桌子一晃，青豆的笔就斜了一下，写了一半的一幅字就这么毁了。你最好有正当的理由，否则……青豆抬眼的时候已经咬牙切齿了。绿豆黄豆离家出走了。蚕豆一点也不害怕青豆，再说了，他说的消息实在是十万火急。什么？青豆一听顿时瞪大了眼睛。离家出走？什么时候的事儿？黑豆传来的消息，今天是第三天了。蚕豆满脸的着急。你说怎么办吧？他俩干嘛离家出走呀？王爷和夫人什么反应？青豆此时反而淡定下来。他们俩留了一封信，说要红尘作伴，潇潇洒洒，历尽人世间繁华之类的。青豆的嘴角抽了抽，听着还挺浪漫呢。甭管浪漫不浪漫了，现在我就问你，有什么打算？
他俩难道不是淘气出去玩玩吗？说不定很快就回来了。呵呵，蚕豆冷笑两声，如果真是这样，你觉得黑豆能给我们传递消息吗？青豆皱眉，你不是不知道，虽然不说，可是心仪不喜欢咱们黄家，自然不希望绿豆黄豆嫁入黄家来，而他们两个也不喜欢黄宫。蚕豆忽然叹了口气，啊，人人都羡慕的身份，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累赘而已。青豆的神情也有些一言难尽。青豆，咱们俩之间你还是哥哥，如果父皇要立储肯定是立你，我也没那个想法，可是我喜欢黄豆，我一定要娶她的，所以我准备去找她，我不会让他们有机会在外面认识别的优秀男子的。蚕豆说完转身就走，只是等到蚕豆离开青豆的寝宫，也没见到青豆追出来，只能微微地叹了口气。罢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追求，他喜欢黄豆就要去追他，至于青豆，或许他跟绿豆没那个缘分吧。半个时辰之后，蚕豆出了宫门，刚要上马，却看到不远处立着一个青衣男子，顿时笑了。青豆，你父皇可不光咱们两个儿子。青豆笑了，我觉得现在留在宫里的那个可能更适合继承父皇的衣钵。蚕豆大笑着抬手拍了青豆的肩膀一下，我就知道你肯定舍不得绿豆，是不是？就像你曾经说的，喜欢一个人不容易，我可不希望以后娶个就见过一面的女人，万一是个蛇蝎心肠，那该怎么办？蚕豆的嘴角抽了抽，你想的真多，说句你喜欢绿豆，你能死啊？小心你继续这样的话，就算找到绿豆，他也不接受你。你的废话还真多。青豆说着翻身上马，喜欢他就当着他的面说才好，跟你说有什么劲儿啊？说完催马远去。好你个青豆，你等等我。蚕豆也急忙翻身上马，追着青豆跑远了。后面的两个侍卫天白天蓝对视一眼，急忙追了上去。而此时刚得到消息，说是两个哥哥跑了的憨豆直接炸毛了，他们凭什么可以出宫？不行，他得找他们去。他也喜欢两个豆子姐姐，他还喜欢美人黑豆哥哥呢，凭什么不带他呢？御书房里，齐景臣无奈地叹口气，历朝历代立储的事儿总是会引起诸多的事端，兄弟反目亲人成仇不要太多了。之前他还在犹豫，青豆蚕豆是孪生，都是不错的孩子，到底要立谁为太子呢？另外一个会不会有怨愤？他真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互相残杀，结果人家兄弟俩自己就解决了。蚕豆老早就说他是老二，对继位没有兴趣，而青豆呢，则直接将憨豆给推了出来。看着桌子上的流书，齐景臣都要被气笑了。青豆的信上还敢威胁他，让他千万不要找他们，否则就算回来了，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绝对不会好好的当太子的。还说他现在正值盛年，再做个四五十年都没问题，到时候如果憨豆继位，他们绝对全力辅佐。如果憨豆不愿意当皇帝，那他们说不定会忍痛割爱的给他个孙子培养继位，合着俩小子将今后的事儿都给他打算好了。如果那两个小子在跟前，他绝对会每人踹上一脚的。皇上，三皇子闹着要离宫。此时有侍卫来报，给朕抓回来。齐景臣回神，急忙一拍桌子大吼一声，敢让那小子走了，你们提头来见。于是刚跑出自己寝宫没多远的憨豆，就这样被侍卫拎着脖子给拎到了御书房。憨豆一见齐景臣，虽然心虚，却来了一个先发制人，抱着齐景臣的大腿哇哇地哭起来。父王，
哥哥们抛下我就走了。那架势就跟全世界都抛弃了他似的。齐景辰愣了一下，忽然大吼一声：闭嘴！憨豆瞬间收了声，却因为被噎着了，开始不停地打起嗝来。齐景辰扶了一下额头：起来。憨豆一边打嗝一边起身，规规矩矩地在旁边站好了。看着儿子委屈的模样，齐景辰叹了口气，放柔了声音：唉，你两个哥哥是大人了，他们是有事儿才出宫的。父王骗人！憨豆觉得委屈极了，他也九岁了，他也是大人了，好不好？我怎么骗人了？齐景辰笑了：你能打过他们俩吗？憨豆低下头：他打不过。打不过就说明还是孩子。齐景辰微微挑眉：不过父皇有个法子，以后让他们都听你的。什么法子？憨豆一听开心了：你做君，让他们做臣，到时候他们见了你都得行礼。父皇，你不会让我当太子吧？憨豆惊诧地瞪大了眼睛。本集播送完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纳席山里汉》。